大家好，林德拉克盟军第七关铜墙铁幕上，我们已经锁定了整个欧洲心灵控制器的中心，就在敖德萨市中心的心灵增幅器正准备影响苏军，我们要在它影响我们之前打掉它。开具基地车给卖掉，用处不大，然后去尤里基地拜访他们。注意，心灵增幅器被苏军的铁幕保护了，所以要先去处理铁幕装置，需要我们工程师去占领。铁幕一共四个，就在城市周围。我们也可以先把部队练练级。幻影不要靠太近，不然容易被发现哦。注意，铁幕不能被打掉。后面苏军有大用处的。特别要注意光灵的建设伤害。差不多就出发吧，家里也来增援部队了。想办法把门口的门牙拔掉。尤里的基地就在桥对面。
我们把尤利的兵营占领，然后占领战车工厂和实验室，就可以训练飞碟和脑车了。夏利会不停地往战场传送增援，
现在就清理铁幕附近的威胁。敌人也在疯狂增援部队，注意海面的无畏，优先打掉。现在不着急占领，不然敌人会优先攻击我们建筑哦。飞碟可以让苏军断电。占领苏军基地，并且保护好，不能被打包了。家里的部队拉到前线，一起快速灭掉敌人。
好了，工程师占领铁木，杏林增幅器会失去保护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